防御长笛合作团成立于民国73年，是台湾第一个单项乐器的团体。在庄清林老师的带领之下，有许多的长笛老师都曾经参与过唐律，包括黄真英老师、林义慧老师、吴志伟老师等人。在这个团当中，你们会有机会接触到所有的长笛家族乐器，包括中音长笛、低音长笛以及背低音长笛。我们成立了唐律长笛合作团的精英培训团，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哦。